大家晚上好，现在已经到达了让我们身心放松休息的时间，所以接下来请大家慢慢轻轻地合上双眼，请大家轻轻柔柔地闭上眼睛，我们眼皮慢慢地垂下来。感觉好像我们晚上快要入睡的时候，那么轻松、舒服，没有用力压眼中或者眼皮，轻松地闭起来。把我们双眼的存在暂时忘掉了。现在我们都没有用肉眼来看任何画面，我们完全都是用心体会的。我们今天开始静坐之前，我们先来复习法上师父龙婆达摩齐勇所教导的静坐要点，总共有四个，就是：sati、sabbai、持续跟观察。สติคือ觉知正念สบาย包含了最少三个意思在里边，有轻松舒服，有慢慢来，还有简简单单的意思。这两个就是สติ跟สบาย要平衡。如果สติ过多，我们可能就感到紧绷、不舒服；但是如果สบาย过多的话，我们也会容易昏沉，容易打瞌睡。当我们能够让这个สติ跟สบาย平衡之后，我们就要让它持续下去，常常做，每一天都做，每一天都练习。最后一个就是观察。当我们静坐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先来观察看看。今天我们静坐的经验是怎么样？如果我们静坐的经验，我们感到很满意的话，我们就先观察原因，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静坐之前先做了什么事情？有喝饮料，有洗澡，有去看风景等等。我们先观察一下。如果哪一天我们做的经验不是很理想，我们也需要观察。为什么今天静坐的感觉好像有重重紧紧的感觉，我们也观察。当我们能够找出原因，这些都会对我们静坐下一场静坐的时候有帮助。那么，当我们知道四个要点是很重要，接着我们就慢慢来，开始静坐。
从สบาย开始。สบาย又包含了身体สบาย跟心理สบาย。身体สบาย，我们先以自己感觉轻松、舒服的坐着来打坐。单盘、散盘，或者坐椅子也都可以，不一定要100%的失败。我们只要感觉满意，感觉这样做是可以坐得久，不容易酸臂麻痛。这样就可以，我们也没有担心我现在坐的坐姿是不是标准，是不是庄严，我们都不用管。现在先以轻松失败为主。然后我们再来观察一遍全身的肌肉，从头顶到脚底，哪里紧绷，哪里不舒服，我们现在就调整调整。把它放轻松，从我们的头部开始观察，额头放松，眉头也跟着放轻松，眉间的肌肉。也放轻松，鼻子、嘴巴、两边的脸颊也都放轻松，颈部。两侧肩膀、手臂、手腕、手掌，直到我们食指、手指头都完全放轻松。胸部、腹部、背部，尤其是我们的背部，背部是刚刚好的挺直，没有太直，也没有太松。太直的话，就会让我们感到紧绷。不舒服，但是如果太松的话，也会让我们容易昏沉，容易打瞌睡，所以我们调得刚刚好。腰部也放松，两只脚、大腿、小腿。直到我们食指、脚趾头都完全放轻松。现在我们的手怎么放，脚怎么摆，也都无所谓，都没有关系。现在我们先以轻松
สบายไว้จบเหมือนเฮาโอจินจาเฮาโอยงลีเหมือนกันช่วยเฮาเสียงชื่อจีจงใจชวนจัวร้องรวนดาอีโฟอีปันรันเฮามันไหลสันโฮซีเลียงสันเซียจงเจ้าว่ามันชิงซองโซโฟกันว่ามันหลายโยสันโยสางเตชีชีรันเฮาใจมันมาเตถูชีได้一次对神，对神的信心，然后再慢慢的吐息。当我们吸气的时候，我们身体的上半身就会稍微膨胀。气的终点是直接到我们腹部的中央那里，然后当我们吐气的时候，我们就把内在的紧张、所有的压迫感全部都排出来，我们在。一次最深的吸气，然后再慢慢的吐气。现在我们的体内只剩下细细腻腻的感觉而已。然后我们再试着想一想，现在我们感觉好像自己正在坐在宇宙的中央那里。宇宙是很广大，是无际无边的。我们坐在这里，感觉很自在，感觉很失败。现在没有什么要去担心，没有什么要去挂碍了。我们抛开一切，放下所有。静定无他，让身心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就慢慢的把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那里，哪里感觉舒服，我们就先把心。安放在那个地方，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坐。当我们的心安放在舒服点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正在枕着柔软的枕头一般。我们很想把心。一直宁静，并在这里，感觉很舒服，好像我们正在享受来自宁静的快乐。心越静越定，舒服感越来越增加。自在的感觉也会慢慢的扩展、扩大。
สบายสบาย的，那么接着就请大家各自练习一下。
请说，说佛。接着，我们一起来发慈悲心。我们只要清醒的动念，我们的心，心自然而然就会慢慢的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自己的身体，再扩展、扩大。能够笼罩着我们整个家庭，再扩大到全世界，整个宇宙，无数无量的宇宙，然后我们就为一切众生发愿，每个众生正在受苦，我们就愿他们能够离苦得乐，那个众生正在快乐，我们也就愿他们更快乐。愿一切众生彼此相爱，如同宝一样。我们也愿所有的战争、灾难、疫情都早日消失，然后我们就为自己许愿，愿我们生生世世生在佛化法身的家庭，有清净的身口意，众生行善，一点恶业都不要去造。也愿我们只交善友，没有交任何损友，远离一切恶人。愿我们色身财、钱财、能力财圆满，方便修功德波罗蜜。也愿我们身体健康、长寿、智慧增长，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然后我们就把今天所修的功德供养给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每一尊辟支佛，每一尊罗汉，供养给我们每一位法身法门导师、有龙婆祖师、龙婆的那些有法身师父、长老奶奶等等恩师，我们也把今天所修的功德回向给我们历代祖先以及过世的亲戚朋友，也把功德回向给我们曾经冒犯过的众生，然后接着就请大家各自发为善的愿。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ภะระปะตาปะเจกานัญ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ะระหันตานันตะเตเชนะรักขั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ะ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ม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สวัสดีภะวันตุเตชิงต้าเจอีจุยฟ้าสีตสินหูเสียงสุยสีกงเตสันตุ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如果要让大家，能够安心的过生活，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东西要只剩下一点点而已。那你们要选择哪些东西呢？当然要有食物，对吗？食物不吃饭可能就会没有体力。
那可能会死。我们也需要有住的地方，我们也需要有衣服，可以穿，对吗？我们需要有药物，如果我们生病的话，我们需要这些东西。那这些呢，我们叫做四句大家，就是说包括了，第一个，袈裟，如果是比丘的话，第一个是袈裟，第二个就是托钵，第三个就是住所，第四个就是药物。今天呢，必要播放一个影片给大家看，有关袈裟。大家知道吗？袈裟跟一般的衣服不一样，袈裟只是用一条布拿来卷。我们有三种穿的方法。我们有一次去上课，这是很久以前了，在台湾上课。有一门课就是教有关艺术方面。授课的老师进来教室的时候啊，他看到龙屁呢，他就说：“哦，这个衣服很酷，很酷。”他说很酷，是因为他认为我已经2500多年，但是看起来都不会落伍，不会落后，所以呢。本批就微笑，他还详细问这个真的是一条布吗？我就跟他讲说是的，但是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一开始是佛陀不允许居士供养袈裟，所以比丘们需要到人家不要布的那些地方去找布。有的是已经包了尸体，有的是人家丢在路边，所以布也是很难找。那么，什么时候佛陀才会允许居士供养袈裟？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影片啊。供养袈裟的由来。佛陀时代初期，佛陀不允许比丘接受居士衣，就是居士特地供养的袈裟。想要使用布料的比丘，需四处收集裹尸布。或者居士舍弃不用的肮脏布，当收集到足够的小块布后，清洗干净，然后裁剪、染色、缝制成上衣、内衣或僧伽梨。在佛陀时代，缝制袈裟相当麻烦，所以也算是出家人的一种艰辛。历史上第一个供养袈裟或粪扫衣的人是居住在刀立天的女天人舍利人。根据经典故事记载，有一天，身着旧袈裟的阿那律长老正在垃圾堆里寻找缝制袈裟的废弃碎布，因为当时佛陀还未允许比丘直接接受居士供养的袈裟。阿那律长老正在寻找碎布时，刚好遇见舍利人天女，她想要供养三块长14肘、宽4肘的天布。可是转念一想，如果我直接供养，长老应该不会接受，因为佛陀尚未允许比丘直接接受居士供养的袈裟。因此，舍利人天女将天布放在一堆草垛上。那里正好是阿那律长老的必经之路。他将天布放下后，
为了容易被看见，特意露出一角。后来，阿那律长老果真看见了天布，便将布带回去缝制成袈裟。基于此因缘，后来开始有很多善信大德效仿舍利人天女，特意将布放置在各个地方，如树上、林中的垃圾堆或马路上等等。这些地方都是比丘们的必经之路，将布放置在这些地方就好像被丢弃的一样，当比丘们看见后会捡起来带回去缝制成袈裟，因为这些都是已经没有主人的布。随着佛教的发展壮大，有一位名为奇婆童子的医生，他是一位既重要又严谨的佛教徒。他不仅是频毗娑罗王的御医，还曾经医治过佛陀。有一次，他在阿班提国首都乌舍衍那治好频婆娑罗王的病后，获得国王赏赐两匹精美的金色布匹。除了国王以外，普通人一般没有机会使用这种布。奇婆童子认为自己不适合穿着这种布料，只是佛陀或国王才适合，因此决定拿这匹布去供养佛陀。在供养前，他恳请佛陀，希望比丘能接受在家居士供养的袈裟，而佛陀允许了这个请求，因为他看到比丘只能从垃圾堆中捡他人丢弃的布来缝制袈裟，而不能直接接受居士供养的布，非常同情比丘生活的艰辛。随后他还恳求佛陀希望自己能成为佛门中第一个供养布的居士。供养袈裟是大功德，即大布施，没有特别指定供养给某位比丘，这是大布施之一。佛陀曾说，这比指定供养某位比丘的功德还大。除此之外，供养袈裟也没时间季节的限制，每个季节都可以供养。更重要的是，每个寺院每年可以举行数次供养袈裟的活动。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些功德很容易修，但具足远见者深知供养一次袈裟不容易，因为供养袈裟只存在于佛门中，而且还能减少比丘缝制袈裟的时间与寻找布料的艰辛，使得比丘有更多的时间精进修行，这也算是在护持佛教，必将无量功德。供养袈裟的功德果报：一、援助僧团，令僧团四事方便，也让供养者自出生起便获得无穷的财富，四事具足。二、护持佛教，因为当僧团得到适当的四事支持，将更加便于传承与弘扬佛教。三、布施持戒者，就是布施具足得戒的福田，供养值得供养的人，这是一种高级的布施，让布施者获得精美的布料与无穷的财富，当剃度出家时，将获得众人的支持以及容易获得袈裟。四、这能够培育布施者的心，养成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功德福报也将令其事业有成，障碍易除。五、利于团体的团结，将出生在高贵的家族，具足正见，声名远扬。六、五官端正，身材匀称，身体健康，无病无灾，肤色洁白。七、远离罪恶，
断除内心的贪嗔痴烦恼。八，心意入定，速证法身。สาธุ我们今年的功德一法会就大概在11月份举办的，大家要以清净的心来接纳大功德啊。今晚呢，祝福大家，祝大家身心愉快，生命光明，早日证得内在的法身，祝福大家晚安，我们明晚见。